你的手啦，好啦，我抓住你，他要出来了，探头喽，哇，是刷戴墨镜。哦，好快啊，越来越快！你在录了？嗯。是我闪光太严重吗？一下。这种时候突然就会平板，然后背包打开。你用手指摄影吗？太完美了。那个。受不了！他竟然跑出来！你懂吗？对，好亮啊！素轩，我们去上厕所好了，趁这时候。这个时候走不开啦，大家都在拍照。对啊，是没有人在厕所啊。你出得去吗？不是，走是出不去啊，大家都在拍照。哦，挤出去了。你这样自拍不是背光吗？对，而且还有人的照相机。哇，太阳出来了。温迪哥，每次看到你就看到太阳公公出来了。温迪哥是谁？一样的温暖。哦，厕所不知道有没有卫生纸，我有带啊，卫生纸。哇，还有空可以给我一张。我等一下可以动的时候。对啊，就是等一下，谢谢。没有拿到卫生纸，太阳太大了吧？我要死。我太阳就要走了，现在眼睛有点累。我忽然间觉得开始发热，一开始更加的发热了。哎，它太阳出来之后，那个树都变得很漂亮。我们等一下坐火车去找平。找平哦。再走去姐妹潭。哦，好啊。所以先坐火车去找平，再去姐妹潭。再从那边走过去比较快。我记得他们说姐妹潭好像是一对姐妹为了要逃避什么东西，然后跑那边变成池水，是不是？对，跳下去。嗯，三个死掉。两个啊，就一对姐妹、啊。两个、啊。今天在座应该没有各位，没有一位，没有是姐妹的吧？我。没有啊，没有姐姐跟妹妹一起来的、啊。你要拍多久、啊？我已经录到五分钟了。你还要再拍吗？眼睛。
耶、yeah, ，太阳出来了，发热衣开始加倍发热了。你有在看吗？有啊，我在看荧幕啊。未来要把这个4K 的影片录下来。OK， 就这样了。